包王玛丽瞬间秒杀叶枫，这操作全程没有一点瑕疵。包王跟叶枫打三番啊，然后包王竟然要教育这个叶枫来如何用玛丽啊，看看比赛。这把的话，叶枫应该是有优势的，哎，一个跳 B， 跳 B 贴身的话是很危险的。好，站 A， 带一个抓，无敌波啊，这个是。好的，过不去，哎，玩犊子，跳过来了啊，打倒了。一般来说三问如果随机到八神，而且是叶枫的八神，我感觉要 GG 啊。看看霸王如何来打玛丽。哎，跳击打点很好，该撤撤啊，该防防，哎，走喽，出来了，站 B 漂亮，反应很快，哎，机会来，还好没乱动。博香杀不亏，不亏。哎，点你走了，江湖险恶，打不过得撤啊！黄狗撒尿。这一把的八神是完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哈。抛弃了，哎呦，可以啊！复合指令跳低，三四三四低。再来一次啊，如法炮制，瞬间秒杀啊。玛丽还是得有指令头才厉害，靠拳脚可能赢不了啊。抱一抱，乖乖过来，后闪身，哎，可以啊，厉害哈，好，关注，结束，不会走丢。